Classroom Activities on Video presented by the Asia Society. Hello, I'm Mr. T. Hi, I'm Miss E. Hello, I'm Miss Q. Storytime, Big Chicken and Leaking Mouth. A teacher-guided reading activity to engage second graders in self-expression of story comprehension. 今天王老师要给你们读一个故事，来，我们看看这个封面。你看到了什么 ，Amy？ 一个孩子和一只鸡。你看到了什么 ，Ratia？啊，你看到一个孩子在吃米，你还看到了什么 ，Sebastian？ 我看到两个蝴蝶在这里。哦，你还看到两个蝴蝶在飞。好，今天啊，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大公鸡和漏嘴巴》。什么是漏嘴巴呢？你们来猜猜看。你看看这个孩子的嘴巴和他的米，来告诉王老师什么是漏嘴巴呀？娜娜。说吃的东西掉在地上叫做漏嘴巴，我们看看是不是，一起来读一下。小弟弟一边吃饭一边看蝴蝶，饭粒掉了满地。大公鸡高兴地走过来。高兴地走过来，安迪。因为小孩子的米在掉下来，大公鸡在吃了。哦，是吗？我们来看看，大公鸡很快地把地上的饭粒吃光了。大公鸡在吃小弟弟。肚子上的饭粒，大公鸡伸长脖子还在找饭粒。大公鸡为什么要吃这个弟弟的饭呢？他不是自己有吗？他为什么要吃呀？他为什么要吃？你觉得 ，Jerry？ 我想因为他没有东西吃啊，所以他要吃别人的，是不是？好，你继续来读。大公鸡又吃小弟弟衣服上的饭粒，小弟弟下巴还有饭粒，大公鸡飞起来啄了一口。什么是啄啊？它这样子用你的手这样子，嘴巴它的有不是有一个嘴对不对？它的嘴巴是尖尖的，它这样子你看啄它的。小弟弟害怕了，他边跑边哭喊妈妈。他为什么害怕了？他为什么害怕了 ？J， 因为他没有吃饭了。哦，他没有吃饭了？他怎么会没有吃饭？他不是在吃饭吗？因为这个鸡在吃。啊，还有呢 ？Orion， 因为鸡在啄他的嘴巴。哦，他害怕了。还有他为什么害怕了 ？Sebastian， 他害怕，因为他害怕这鸡，因为他们有尖尖的嘴巴。哦，他尖尖的嘴巴，他会去咬他，他害怕了，是不是？大公鸡说：“你这个漏嘴巴，让我吃个笑哈哈。”大公鸡说他是漏嘴巴。大公鸡为什么说它是漏嘴巴？为什么 ？Ricardo， 因为它吃的东西掉下来。哦，所以说它是个漏嘴巴。Andy， 因为它的泥会在没有 space 没有地方，米没有地方。你的意思是米掉下来了，都给大公鸡吃了，是不是？好，你继续来读。哎，你觉得小弟弟的米都给大公鸡吃了，对不对？
那他会怎么办？有的人说他会饿，那他会怎么办？新的番啊，他说啊，他会让妈妈做新的番，我们来读读看啊。小弟弟问妈妈：“我的嘴巴漏了吗？”妈妈说：“你的嘴巴没漏，是你没有好好吃饭。”妈妈又盛了半碗饭给弟弟。大公鸡走过来，还想吃饭粒，大公鸡还想吃，你觉得这一次它吃得到吗？不吃得到。吃不到？为什么它吃不到？因为它吃的。啊，它都吃光了，它有没有漏下来？没有。觉得它有漏下来的举手。觉得它没有漏下来的举手。谢谢，手放下。小弟弟说：“大公鸡，我不在。”掉饭粒了。小弟弟说：“我要养成好习惯。”大公鸡没饭粒吃，只好去找虫子吃了。好，最后大公鸡有没有吃到小弟弟的饭？没有。他只能去干什么了？找艾迪吃虫子。他只能吃虫子了。好了，王老师想问你，你吃饭的时候，你会嘴巴里面掉东西吗？不，我不会。你不会？有没有人会掉？我的哥哥会。哎，你的哥哥会掉。好，我的弟弟会。我的弟弟会。好，我的。好，那王老师问你问题，黑顿的哥哥会掉，罗卡多的弟弟会掉，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掉饭粒？为什么会掉吃的东西的地上？艾莉。他们是饲养的啊，他们没有好好吃，是不是 ？Sebastian， 他们是漏嘴巴。他们是漏嘴巴，还有呢 ？Rayata 呀，再想想 ，Ricardo， 你觉得呢？为什么你的弟弟会那个掉饭粒，会掉吃的？因为他会漏嘴巴。因为他会漏嘴巴。你吃饭的时候要不要漏嘴巴？不要！你如果漏嘴巴了，大公鸡会不会来啄你？对，但是我们没有一个鸡。啊，你们没有一个鸡，有可能会，有可能不会啊。奶奶有鸡。你的奶奶有鸡，好。那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大公鸡和漏嘴巴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可能。啊、哦，还有呢？告诉我们什么 ，Sebastian？ 告诉我们不吃，不要吃，所以我们吃嘴巴。哦。要让我们吃漏嘴巴。Rachita， 告诉我们不可以不吃嘴巴，因为鸡会来再吃。Jared， 吃我们要好好吃。所以，动物不可以吃我们的东西。好的，还有呢 ，Orion， 你没有在你没有在你。哦，你不要把东西掉下来，是不是？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故事。I love the way the teacher interacted with the children. She chatted with the students about the story and encouraged them to express themselves spontaneously.Yes, indeed. Miss Wang used the storybook to create a context and encourage the children to think and express opinions instead of answering factual questions. This kind of true conversation is the most vital part of a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I never knew reading storybooks could have been such a powerful teaching tool. I wonder how often the teacher should do it in class.It depends on the student's age and proficiency level. In Ms. Wang's immersion class, she does a storybook a week for 10 minutes each time. In regular classes for children, the teacher might have to choose easier stories. However, the key word is persistence, as in the Chinese saying, dripping water wears away a stone. How true that is! See you all again in the next episode! Goodbye! Goodby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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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